他是国庆七十周年群众游行总导演。东方红，它更像是一座丰碑，在激励我们。他也是三十讲台上的最美教师。其实他坚定了我一个当老师的这个信仰。他带来珍藏版阿童木，让时光穿越回前奏一起来，就跟他们一样飞起来。他分享喜欢的交响曲，在音乐中汲取力量。其实他可以给民族力量。肖向荣的艺术清单，稍后为您揭晓。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我是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青春异想团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今天做客现场的这位嘉宾啊，他有着双面人生，在舞台上他是带着演员向观众致意，接受观众欢呼的导演，在讲台上他是孜孜以求的最美教师，从舞台到讲台，他喜欢用艺术来讲述中国故事。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叶，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肖导，刘老师好，欢迎您，请坐。肖向荣，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2021最美教师。在舞台与讲台之间，肖向荣用自身所长完成着国家和学院赋予的任务。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到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再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文艺演出，他参与并指导了许多国家重要节点的庆祝活动。刚才那样的场景，您会不会特别的熟悉？是，刚才小五一唱歌，一下把我思绪拉回到2019年，就是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决策和每一个人的那个努力工作的样子，都是心中有一种幸福啊，幸福感。我们没有高声呐喊，而是选择了一个最纯净、最纯真、最纯粹的一个童声开场，这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一种希望。新中国走过70年，需要一个1分钟左右的一个回荡的感觉，让我们重新在大脑里面梳理一下这个
一路走来的艰辛。我一直跟我的执行导演说，我说多停留一会儿，然后让全部人静下来，然后我们再开始欢乐的海洋一层一层再起来。所以这是最初的想法。其实这首歌里就包含着这两个字，希望。对，看什么样的作品丰盈了你的精神世界。嗯，我们一起来看肖向荣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庆十五周年。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文艺界献上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鸿篇巨制成为中华儿女的红色记忆，那种燃烧的激情激荡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听说您看了不下100遍，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我们当老师都习惯了先从文献开始找起，就是过去我们做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看完《东方红》，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那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是他的那个经典和他从无到有建立一种中国的国体的这种史诗般的这个代表国家形象这样的一个文艺演出，已经到达了一个典范的地步，巅峰之作。巅峰之作，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学艺术的这个学生，都得去看，都得去膜拜这部作品。你在看的时候，哪一个篇章你觉得最为震撼到你？当时，《东方红》有两个地方让我非常震撼，一个就是开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边，他的那种仪式感，对，而且尤其是王平导演拍的那部电影的《东方红》，从一个长镜头从这个大会堂的台阶摇起来，然后跟进去，然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坐下，两边赫然已经站满了合唱队员，《东方红》的声音起来，就那一瞬间让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出生的新中国的那个样子啊，就升腾起来了，特别美。就是他那个葵花造型和后面的那个景色的那个太阳徐徐升起来那一瞬间。原来当演员的时候，舞蹈演员的时候，就是在考虑他怎么编这段动作，但实际上后来等到做大型活动做多了以后，就是看他怎么构成。就是我每次看到这儿，我都非常的敬佩那个年代的艺术家。还有一个就是在天安门城楼面前，各个少数民族都到这来献赞歌啊，无论是胡松华老师的那首歌，还是这个邓老师的那个《琴声霓裳》啊，都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情感。到现在我们每一次大典的时候都得从东方红里边汲取养分。您刚才说了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画面镜头的处理，然后舞蹈的布局，画面的这种呈现，从里面截取一些灵感了没有？有没有用在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实际上是它更像是一座丰碑。东方红这个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给我自身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它的仪式感。就是从一开场它的这种设计的这种仪式感，就是你看我们在60周年的时候，张继刚总导演，我是当年最小的执行总导演，然后我们在整个大会堂的两侧啊，有这个合唱团就埋伏在观众边上，一打灯是一个沉浸式的合唱，就在2009年已经，然后我们把整个合唱台架到了大会堂的最顶端，所以我们用这种大的仪式感去营造一个共和国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一个从《东方红》里借鉴一个屡试不爽的一个招啊。就经典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它跨越了70多年的时光。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力量应该比那时候要更加的，从技术条件上更加的强，但是我们的精神上的这种，
储备和这种和众人这个核心合为一体的这种感觉，可能还要向东方红多学习。他们转这个平转的时候呢，转着转着我就听到一声惨叫，就撞在柱子上面了。我对肖老师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狠角色。他们看到我都害怕，进电梯瞬间闪到两眼。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平凡而伟大的人。您的另外一个身份不是导演，是老师。对，那接下来这个艺术清单跟肖老师这个身份是否有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伊朗电影《黑板》吗？对，就是那一部，很小众，你知道特别好的。《黑板》是一部伊朗写实主义电影，以两个流动老师的记忆带出伊朗边界人民的生活惨况。虽然他们各自遇到了既没有钱也不想学习的学生们，但依然保持着传道授业的职业理想，热情而执着地传递着知识。即便黑板已经很少发挥它本身该有的教学功能。这部电影的什么打到了您？您第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这就是在北师大当老师的时候。我是2000年加入北师大，因为北师大那个我们的那个艺术学院的舞蹈系啊，它都在那个辅仁大学。它因为它不是专业的舞蹈的 studio， 所以它有四个大柱子。我们的舞者们、学生们在这跳，太使劲了，那地板还拉脚。
没有地胶。然后他们转这个平转的时候呢，转着转着就我就听到一声惨叫，就撞在柱子上去了。所以那会儿他条件非常艰苦，非常艰苦。然后当时我们条件也不富裕啊，就是，所以那会儿每周都要经过新街口，每周过去买几张碟。我就看黑板，我说这个跟我们老师有关系。啊，后来看到他获奖了，其实他坚定了我一个当老师的这个信仰。对，就是这个。你看看那张照片，就是我当时一看的时候，因为我这就是我的一个现代舞的开始啊，就应该是就是命运，他就背负的这种，就是他那个开场一个长镜头，我老觉得哇，这是史诗般的电影啊。后来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个黑板整个电影里边，他充当教育意义的黑板没有出现过，当甲板。你看，当晾衣服架，当这个嫁妆，当这个甲板，对，当轰炸的这个掩体，当掩体，什么都当了，就没有正儿八经当黑板这个教育。你看，但实际上我们看完以后就觉得，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平凡而伟大的人，但你首先是平凡的人，就原来那个心气儿太高啊。我们刚从一个艺术的院校来到了一个综合大学。各方面都，您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哦，您是北舞的。对，所以就是你一下看到，哎呦，这个条件也不具备是吧？然后这个各个方面也不是你原来在艺术院校那种配置，所以有的时候会动摇你当老师的一个信心。这部电影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了解了做老师的使命感，做老师的意义，就是。这部电影是可以经得起反复看的，就是我们今天给的这个清单都是我们可以用来不断的循环播放的清单。我能问问你的学生吗？小王同学，这是你的老师是吗？对，亲导师。真实的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老师。我想用一个字先来形容，就是神这个字。是神经病，神叨叨的。因为肖老师就是他很多时候不爱特别爱干涉学生的一些想法，他愿意给学生一定的空间。那么在这种时候，当学生可能给出一定的自己的空间时候，肖老师可能在之后给你的一言或者一语一点拨，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对，所以肖老师有时候就很，你其实摸不太到肖老师的想法是怎样的，你也摸不太到他会给你怎样的意见。你用一个神字概括了他，还有一个是肖老师的学生是吧？是，我是本科三年级，然后我对肖老师的印象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一个狠角色，就是非常，其实他们看到我都害怕，进电梯。瞬间就像刚才那个开场舞一样，瞬间闪到两边，给我让条道。我觉得首先是肖老师做事儿会特别狠，然后，能够承担这么多个社会角色，其实也能说明他自己对自己也非常的狠。然后其次，我觉得他的眼睛特别狠。每次当点评我们作业的时候，都是一言中的，而且说话也不会特别拐弯抹角，你也看得到，就非常的直白，然后特别的幽默。对，这是我对老师的印象。你学生也挺狠的，这什么样的老师带什么样的学生？他们这一个世代的孩子啊，就越来比他们又进化了很多。绝不跟你拐弯抹角，我觉得老师狠，他就是狠。对对对，所以你也是狠角色。都是狠角色。您曾经告诫您的学生啊，说以后当老师，语言表达一定要有这种表达能力。您指的这个表达能力是什么？就是他要有情感性啊。对，而且第二个要准确，就是刚才说的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跟什么，我们过去不一样。现在你要真对他好，就直接的告诉他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或者是你就告诉他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第二个就是要用语言的情感性，就是你要用一种情感的力量去撬动他，或者去
唤醒他，因为很多的时候他们要去当老师，尤其他们当的都是中小学老师，也有到各个培训行业里，也有到各种基层，他们面对的哪怕是6岁的小孩还是60岁的大妈，他们都需要有一种唤醒的意识，而不是说我过来就教你点什么。所以我们不做知识的贩卖者，但是做美的同行者，就是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让他那个内心中的美把他整个唤醒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做唤醒的这个教育，就需要你的语言和行为有一整套的这样的训练啊，能够非常敏感的去倾听，去把控，然后你的这个受教育的对象。哎呀，我觉得你的很多当老师的或者是教育的理念，真的是源自这黑板当中拎出来的那种，希望给未来希望，给孩子们希望，也给自己希望。当然，除了黑板之外，您给我们列几个您觉得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帮助的影片。哦，心灵捕手。对。一个都不能少，漂亮。音乐之声，给我们讲解一下您选择这五部电影的理由。现在敲黑板啊！对，《心灵捕手》其实给我最大的就是他让他自己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你要做你内心想做的。死亡诗社呢，它更多的是代表的一种老师有教无类的态度，就是没有笨学生，只有笨老师。一个不能少，摄影机对准这些素人孩子，其实这个电影就成功了。立春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们对歌剧对芭蕾舞感觉是不合时宜的一些人，但是他那个梦想特别值钱。音乐之声我觉得就是最融洽的师生关系的一个典范啊，这就是唤醒美的一个过程。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词。对对，您是特别直接直白的一个人，我能跟您做一个这不叫小游戏了吧，就快问快答。我特别想知道您不加任何思考，对，条件反射本能给出的答案会是什么，可以吗？试试。肖向荣老师，请听题。您喜欢红酒还是茶？茶。如果必须要挑一样，做饭还是洗衣服？做饭。你做饭好吃吗？还可以。擅长的？煲汤。哦，福建人煲汤。您喜欢摇滚音乐还是古典音乐？摇滚。您每天照多少次镜子？有镜子就照了，当然好。有什么想尝试但没有实现的发型？圆寸。出门是包里一定会带的东西是什么？耳机。如果一觉醒来您拥有了未曾有过的能力，你希望是什么？超能力，我就是能够会很多物种的语言，比如说石头啊，比如说幕布什么，或者是山呀、河呀、黄金。请问你会自问吗？会问什么？非常会的，就是经常会问自己，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就是有的时候经常问自己这个，就是每一次有一些重大的判断啊，或者是有的时候，经常会问自己这个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这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在心理学当中属于意义疗法。意义疗法。意义疗法。对。对你而言，创造力是什么？习惯。创造是习惯。创造是习惯，对。创造力是很奢求的事情。就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创造力。你觉得你有缺点吗？你是个不完美的人吗？特别多缺点。比如说你。就是。最大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想太多，做的少，想得多。这种变相表扬自己的方式真的是，但是很精彩。谢谢，谢谢肖老师。谢谢肖老师。好的动画片它真的能滋养你的人生，尤其在小的时候。我能拿在手里看一下吗？你小心点。不被赞美也不受苦。
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接下来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话题，我觉得承载着这个70后的一些童年记忆。我们一起来看看肖向荣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铁臂阿特木，孩子们，对，前奏一起来就跟他们一样飞起来。真的，这个作品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手冢治虫的作品。反正我记得是中国是引进的第一部长篇，对，没错，长篇连续剧，对，是第一部中国引进的国外的动画片。动画片，咱们应该是小时候是吧？小时候，您是多大看到的？就是。80几年吧，有电视的时候，我们很晚的时候。您别跟我说您看的是黑白。就是黑白的。您看的是？它是第一版，是黑白版啊。黑白版那个信号还不好，我记得就一周就一次，你还得手拿着天线看。啊、真的？它就是信号不好，就得挂点肉啊，那个就是你就抓着天线。你是真爱这部作品，对，带来了，对，很特别的这个。这叫什么手绘版吗？这个叫什么？手冢治虫的一本，这是他的一个介绍他整个的专辑的一本书，对，里边就是他写到他怎么创作阿特莫，这你肯定比我看的多，因为都是日文。对，你看就这张是非常经典，对，就在聚光灯下一个穿着内裤到处跑的这个小孩。我其实挺意外的，阿托木作为你的艺术清单当中这样重要的一个作品，能告我为什么吗？他在你心里的分量是什么？我觉得它代表的一种美好、正义和勇敢，至少勇敢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是2003年4月7号出生的。2003年4月7号，你连他的生日都记得？对对对。当时就觉得特别的那么自由是吧，然后能飞，力大无穷，耳朵能够听见那么多声音，
最重要，他非常的可爱，他跟人类不停地跟人类学习。其实很多桥段都忘了，但是你就是永远忘不了，就是那个黑白电视机的那个温度和里边这种让你激荡你内心啊，就是那前奏一响起来，感觉就跟他一起就飞了，啊，就那么短暂，但是非常的珍贵的一个时光。那会儿我们也没有快进，也不能反复看，他就是靠时间堆积，从这一集一演完就开始惦记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就特别美好，就是老有期待感。嗯，就现在看起来就为什么病态的买了很多这些东西。说实话，这不是我们道具老师准备的，这个是肖老师自己带来的。这是一部分，这个就很宝贵，我都拿出来。今天第一次亮相，原来都那个手办没有拆开。对，我能拿在手里看一下吗？你小心点。这是你去世界各地的时候搜罗过来的。对对对，是吧？对，能看到它这个内在的构造呢，做得非常的精密。我觉得好的动漫，就是它不是只做给儿童看的，是给所有有童心的人看，就是他永远会喜欢有好奇心的人。对对对，这种其实你知道手冢治虫，当时是学医的，他本身是学医的，但是他是受了万籁鸣先生。万籁鸣是谁？就是画那个铁扇公主的。铁扇公主那位大师，看到了铁扇公主之后，我这个手冢治虫就弃医从动漫，就开始了动漫的创作。所以其实后来万籁鸣先生跟手冢治虫还有所交集。其实我们老动漫，我们国产老动漫也非常好，嗯，就是他那种文化的韵味啊，还有把自己的那个想象力也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喜欢他，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那会儿不是说2000年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嘛，是吧？机器人还能帮你写作业啊，我们就特别希望有个来帮写作业的。机器人就阿斗博士嘛。哎呀，好的动画片它真的能滋养你的这个人生，尤其在小的时候。现在你的宝贝，你介意告诉我们吗？多大了呢？一个7岁，一个5岁。听说你哄孩子有特殊的方法。就是因为这个中年以后第一次当父亲，没有经验，很紧张，所以他一哭的时候就找各种方式啊，因为你哄啊哼啊哈也没什么创意，我觉得后来就找点诗读一读，各种各样的读一读。3岁的时候就是就不畏风雨，对，就那首诗就是我觉得代表的，其实读给他听是读给自己听，就是特别想成为那样的人啊，就是然后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特别平凡啊，特别健康的一个，不要太受世事潮流纷扰的干扰的一个人。也就诗歌一定要用原文读出来，它是独特的韵味。我们可以请朱老师给我们读一读。哇，我也好久没有读日文了。试一试。可以吗呀？先从您的日语开始，我跟随您的脚步好吗？雨にも負けず、風にも負けず、雪にも夏の暑さにも負けぬ丈夫な体を持ち、欲はなく決して怒らず、いつも静かに笑っている。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动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に玄米4個と味噌と少しの野菜を食べ、あらゆることを自分を感情に入れずによく見聞きし、分かり、そして忘れず。一日食玄米半升，即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野原の松の林の影の小さなかやぶきの小屋に行って、
東に病気の子供あれば行って看病してやり、西に疲れた母あれば行ってその稲の束を追い、南に死にそうな人あれば行って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と言い、北に喧嘩や訴訟があればつまらないからやめろと言い、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是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吧。日照りの時は涙を流し、寒さの夏はおろおろ歩き、みんなにデクノボーと呼ばれ、褒められもせず、国もされず、そういうものに私はなりたい。干旱時、流下眼泪、冷夏時、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谢谢。你读得太美了，我应该录下来给他们，给我们小朋友听一听。对，别人，我觉得这个不畏风雨，是我们一个人类共同的一种非常优良的品质。我觉得，但它实际上是靠每一个人，小小的。平凡的人去一点点努力，或者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而促成了一个共同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肖向荣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吧。来，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了15首交响曲，您为什么独爱这一首？这个主要是被他的一个故事所吸引，就是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绕的时候，空头乐谱，然后一个临时组成的交响乐团，就在我脑海中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一个大军围困，在水和面包都成问题的时候，就是这群乐队都拉不动，说给他特供面包。他去做一件交响乐团，这个放到全世界都是一件，就是在当时的那种状态里，哪怕到现在都是很匪夷所思。匪夷所思，俄罗斯人对这种音乐的这种力量的理解，超出了我们原来对音乐的想象。原来它可能只是美，净化心灵，或者是沟通你的那个，但它实际上它可以给民族力量。听他的就像听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一样，瞬间就能拿起枪啊，就冲上去。就为什么我就觉得一个艺术对于一个民族的那种民族的根性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说简单的美育美育，说一个就是你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你会跳个舞就上美育了。它其实是要给你这个民族的精神的培基，就是它培基和培心啊，一个是基础，第二是心灵，就是有那种。不屈的那种精神，就是你的精神性非常的壮大，非常的茁壮，那谁也压不垮你。所以就是他给我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条件越好啊，我们各种设备越好，就一定能打赢。他其实给我们民族带来什么？就好的艺术家，就像我们刚才看东方红一样，现在就回到萧七，七八九都非常棒。他一点点把你的心思全部抓在耳朵里，就是每一次听这个，我都是，他是很快的让自己沉静下来，解压，又特别的让你身心能够放松下来。嗯，您刚才说解压，我就特别想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听老萧的作品，包括这第七交响曲。就是国庆的时候也老听他。
就是我的导演都不知道我在那听什么，我戴个耳机，就觉得他非常有那种能量，瞬间把你拉到他的那个世界里边去，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完全放松下来。肖老师今年承担了两个重大的国家任务，那他到底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他如何去解压？我觉得您说啊，还不够足有这种说服力，要不要找您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不好？导演，啊，大美导演，来，大美导演，有请。对，你好，大美导演，果然大美。大美。大美导演也是学舞蹈的吗？是的，是的。其实很早之前做学生的时候，做肖老师研究生，然后我们就一起做这种国家重大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的都是孩子，对，3000多都是中小学、大学生，他离孩子最近，这他去最合适，最知道孩子的心。对，而且，跟肖老师应该是做过改革开放40周年，然后建党100周年，这几次大型活动都跟肖老师一起合作，然后确实，肖老师承担好多，好多好多压力，因为在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型活动当中，其实有很多需要权衡的点，然后坚持自己的一些艺术上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也好，然后肖老师确实顶住压力也做到了。对，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跟我说啊，这个就是不合理，不可能，那个也不合理，是吧？对，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你消化消化，在黑暗中待一待哈，那其实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然后肖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一个启发，然后也是非常受用的一句话。肖老师说的是，我们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困难找理由。只有你经历过的人，你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坚持的那些点其实都很微小。对，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是说群众游行以前都是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叫方阵，它就得是个方阵，对吧？说这么10万人走过去，我说为什么只能是方阵呢？不能是个圆阵呢？啊，不能是一个三角呢？不能是一个乱的呢？自由的呢？自由的呢？我要说乱中有序，别人就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乱中怎么可能有序？只要一走就乱。我说那不是那样的，我说今天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去试情感爆发点，就是说这5个字，我说就是要情感爆发点，情感起来了一切都对了，你动作对不对无所谓。所以我们自己也在转换思维，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胜利。所以为什么说特别喜欢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老的让我没想到，我觉得这个地方该转了吧，他还没转，他还小军我还走着呢，是吧？然后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该放弃就算了嘛，哎，他又来一个复调，又让自己的音乐又长了好多，我就觉得太厉害了。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背景，我的第7交响乐列宁格勒写得很快，我不能不写它，因为战火在周围燃烧，我必须和人民在一起，我要创造我们国家在战争时期的形象，用音乐来突出它。战争初期，我就坐在钢琴前开始工作，我专注的工作，我要写我们的时代，写我同时代的人，他们为了战胜敌人不惜力量，不惜生命。老肖是在书写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你们是在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肖斯塔科维奇他是真的把民族的这种，尤其是近代以来，是我们很能理解的。这个就是他鼓励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艺术能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更多的人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可能远远比我们啊自己我拿了什么奖啊或者做了什么事情要更有意义。那我现在也想请你给我们的同学们列5个音乐作品，去让我们感知到艺术的力量。我觉得老肖的这个
第二圆舞曲是非常棒的一个曲子，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啊，你走在路上都能哼起这个东西，一个人听和一群人听都很好。然后还有一首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的晨曲，就你能看到那这个朝阳怎么从海面上升起来，你的心情会随着它。哎，对对对，就这个 ，yes， 就是这个，非常棒。Kibo 老师修养非常好，就这个音乐一起来，就让你整个精神能够向上飞腾起来。你再低沉，都会被那段红日早晨的那种感觉给托起来。然后第三首，我觉得是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Earth Song》《地球之歌》。流行歌曲也能从里边找到很多力量。太好了。对。还有，送别，就是每天跟自己过去告别，这个曲子特别好啊。今天的自己迎来明天的新的我。新的一个，我还蛮喜欢这个朴素的。No fear in my heart， 就是心无畏惧啊！就那首词儿写的太棒了，适合一个人听，你自己在车里听啊。最后一个，其实我就真的觉得《我爱你中国》写的太好了，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首歌，我们怎么向我们的祖国、让我们的国家去表白？他能写下《我爱你中国》，你知道中国人说我爱你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认为老说美育，美育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好的音乐、好的舞蹈、好的这个美术，它都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殿堂性的这种滋养。我相信在您这个艺术清单里边有很多大家，就是为什么这个艺术清单会引发这么多共鸣，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艺术的清单。是的。我们给我们自己这个民族的未来留一个什么清单？我觉得您的这个艺术清单，这个善莫大焉啊，就是做得非常的有意义。谢谢肖老师，谢谢。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肖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每一个作品，一起来看。有请肖老师。肖向荣，与美同行。谢谢肖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我的艺术清单》，谢谢您，谢谢老师。那最后，我们在武俊吉小朋友的一首清亮的歌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